艺人许维恩与王嘉良在2年前登记结婚，并于6月底生下女儿。虽然许维恩刚生产完不久，但日前已经火速开工，并透过社群晒出自拍照。除了有身穿条纹衬衫的造型，还出现了身穿白色背心、大方秀出深邃事业线的照片，性感模样十分吸睛。然而产后上围激增也让她感到很烦恼，坦言目前的身材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因此很难穿衣服，能够选择的造型也很有限，无奈之户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。此外，许维恩也透露，当天一整天都有工作，原本担心老公一个人无法照顾好女儿，没想到宝宝一整天都很乖，喝完奶就睡觉。她回到家还看见女儿开心地坐在摇椅上，让她忍不住大赞，女儿对爸爸真好，没有给爸爸带来烦恼呢。